刚才一定是被毒蛇所伤，恐怕命不久矣。郡主，勇猛无比，何必诬陷一条草蛇呢？你跟着我，看见了？本郡主找了你很久，现在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如果你再敢逃走的话，我就去集市上摆个摊儿。 卖你的腰牌，千户大人的腰牌应该值不少钱吧？郡主，就不怕触犯律法，与庶民同罪了？嗯，有道理啊。那我换一个喽，我命人把这128号的腰牌多刻几个，扔到集市上去。到时候金陵夜行多如狗，千户大人遍地走，岂不是很好玩？说完了。 没有。你若再不老实，我就把你扔下去。